带过去的，所以大家好，我是 T-Mark， 然后我今天代表 V 台湾来这边提案。那什么是 V 台湾呢 ？V 台湾最早的时候是蔡玉林律师在之前当政委的时候来 V 台，来 GMV 提的一个案子。那主要是希望可以讨论一些线上虚拟世界的法规的调试，那希望可以有公民审议或者是网络审议的方式。那这个案子提这个坑开到现在有三年之久，那我们已经有处理过远距医疗、那自用车载客跟 Uber 有关，然后平台基金，然后还有最近几个月前刚在跟立法院三读通过金融监理沙盒，这些都是我们处理过的。那我们为了要做到能可以网络审议、公民审议，所以我们用了很多工具，然后也整合了很多整合了很多技术在里面。那但是在其实，在最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案子最一开始的时候，Java就说我们要不只是开放审议的技术，而是要打开政府背后优势权力者的黑箱决策。那他同时Java又说我们要的是政策制定应有的审议民主精神跟态度。那这个直到现在也是我们 V 台湾一直很坚持的一个理想。那我们最近呢，准备展开了另下一个专案是要谈这个叫做。政府跨部门运用之法治演习，那其实最简单来讲就是资料整合的部分。那这张图片呢是国巨律师团事务所团队他们给的一张图表，那你这边可以看到有三块大项，主要呢有一部分要讨论的就是政府内机关之间的跨资料共享，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民众要跟政府要拿资讯的时候资料的时候，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说我们民众去跟政府拿资料那个窗口的时候要做整合服务，有主要的这三大项。那其实这些东西其实就跟 GMV 很多的专案就息息相关，因为大家常常就是要跟政府就去做一些资料交换，虽然说就不一定是很愉快的经验，说实在的，所以我们就很希望说可以就是请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愉快，这些经验。就是你是不是有曾经使用过政府资料，向政府要过资料，或是你本身就是公务员，你承办过人家跟你要资料的业务，那你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在中间觉得有行政上或处理上的障碍？然后我们这边你可以近端分享，可以来我们 V 台湾的这个位置，然后就跟我们分享，我们这边有协手就帮你把资讯，帮你把你的建议跟心得就留下来。那你或者是你可以直接从这个 QR code 进入这个远端协作间 APP 上面就直接自己写，不用特别来地他们跟我们这边聊。我们这边就是希望可以广泛的就争取到大家在使用资料上面有什么样的，经验。最主要就是使用者体验这块部分。那我们 V 台湾的目前每周三的晚上6点到9点都在社会创新实验中心这边有小松，那你可以透过这上面这些社群媒介可以找到我们，追踪我们这边的消息。谢谢大家。